观众期待很久的这一个复仇之战。哇，木山King前所未有领先19分了。咦呀！啊！啊！木山King got a kill double。哇塞！King。In 3, 2, 1。YouTube 的朋友 ，We are back。准备好了吗？要不要看我们6块腹肌？我真的是一来，我今天开心哦，这个企划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可以展现到我的魅力。Anyway， 今天这个企划看到，相信你们看到我们的整个照片，然后你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其中一个朋友很拽下，是啊，他就打电话来跟我讲，他讲，哎 ，Bro， 你们几时啊？Emily 我都打了咯，我们的决战几时啊？你知道讲话什么？我最不喜欢人家拽我了，我给你时间练习一下。OK， 可是我们今天这样过来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的，讲的就是我们这一次想重启我们的这个圆梦计划。哦，回来了！哇，我们就让我们的粉丝呢有机会得到这个梦寐以求的梦想，跟他们两位见面。我想问一下哈，我为其他的人去问一问啊。那说，你是想选？我是看他们样子 ，profile picture， 啊，这 profile picture 先，然后为什么？因为我要找那些哦，看到热忱的样子。等下那一个你看到，你眼睛就活了。等下我过去看看有热忱。有热忱，热忱。你看他穿那件衣，你知道热忱的。来，你看他们欢迎我们接新人啊！看到这件衣服，马上就充满热忱了。哎，真的，这是我其中第一个看到的点哦。因为我觉得哇 ，support Malaysia。他说他的 profile 有这个的，真的放这个的啊，就穿件衣服。对啊。那你说你是从小就开始打喜欢羽球的？对，因为那时候你很小，你现在多少岁啊？24。我们追他的时候啊，我是看打斗李琼威的时代。哦，你是国家队吗？不是。这你这么穿这衣服？就因为喜欢马来西亚队，就从小就 support 他们，然后我就。喜欢就买了这件衣服，就很像你们买 Musang King China 的特调辣椒酱这样。哦 ，support 我们吗？对不对？突然间 Q 进辣椒酱了，很好。不如我们上去上面讲了，要不要？因为我难得今天有没有 sponsor 给我们有冷气的 code 给我们，我们就下面慢慢 enjoy 吧。哇，有打过有冷气的羽球场没有？啊，厉害，那带你去感受一下。其实我也没有。OK， 那讲到这里，我们也谢谢我们这一个 Sports Arena Sentosa， 因为他今天 support 我们，让我们来这里打羽球， yeah. 然后也让你有机会待会见到马来西亚最 top 的男双。你要跳上去啊？可以啊，我跳啊，你跳，三。喂，这么没有的，这么我可以跟你上来了的傻逼。然后你接他一个人到，然后你对对对，来这位进来啊。真的跳到了，快了，来，我们跟着去啊，走啊。哇，三楼好远啊，你们才到。所以现在我们来到我们这个 Premium Court， 要坐下来聊吗？你们？哦 ，OK， 我就不用这样拘谨了，我们坐下来聊。来坐着，当自己家，当自己家。因为今天这里所有场都是你的，你要打哪一个场，你选呢？啊。然后因为打斗力之后，然后他就慢慢接触羽球，然后中学又是进到校队，然后可是放饭的时候他放弃了羽球啊。你的梦你放弃，为什么追到一半就放弃？对啊，因为那时候要考 SBM 咯，就二选一了那个时候。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开始球技有点跟不上其他队友了，然后就选择放弃了，就好好读书。所以是因为自己球技的问题。有一点哦。所以现在的阶段是热爱羽球的状态是怎样？就是多久会打一次羽球啊？如果有朋友会约的话，就每个星期四或者是星期五都会打一次。哇，你跟大卫很像哎。是哦，一个礼拜一次啊？对，但还不够热爱。哎，可是哦，如果可以在他们身上见到他们的话，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些什么？你又这样喜欢羽球？一些 knowledge 就补足不擅长的地方，因为我一向来开球会比较弱，然后就因为打双打是开球要比较稳嘛，不然的话对手的球一来就是盖。OK， 你的不稳是指高度的问题还是？高度的问题，然后角度的问题。高度？你高度已经没得变了哦，开球啊，开球的高度。因为等一下你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我们会安排一个 master class 给你，他们两个人不要，这样就出来了。要要开球，开球还有？还有杀球。杀球。对。哦，不够死，杀不够死。对。你这样 steady 这样子讲啊？应该刮。应该刮。所以 finally 我们的两位 superstar 到了。
我们有 Aaron 跟唯一。Satu smash yang baik dari Sohui. Smash dari Hasan. Further smash from Cheers gone through. Dua anak muda ini, Aaron Chia dan juga Sohui, memputarkan pingat yang pertama untuk negara.欸、我们是第一次见面的，我是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所以我这样看的时候更加好望，真的。因为不是主持你婚礼面我们，然后这个脚很高哎、欸，他真的，真的也很高哇，一百多，一百五，一百七，一，这样啊，下面的我们一样的，我们一八七，梦想，梦想。我看到国家队的 back 那种感觉，那个他们进场的那种感觉，啊，只是。哎，音乐奏起，音乐奏起，这个是进去的比赛了的话，来上麦克风。你看上这个，他脸色都别扭了。不对，你是第一次见他们吗？我是第一次 face to face， 因为之前全部是在网络上聊天啊，电话聊天这样子。对呀、啊、对呀、啊，是，所以我们也跟你一样紧张。这个圆梦刚才说过了，除了你也是我们自己。是，我全部人在讲 Aaron 很矮是。其实不见他矮的，高过我们三个，哎，高过我们三个了。你们在网络的人是，你们没有见过本人，不要乱讲话啦。对啊，全部人讲他肥，讲他矮，好屁了，很高，我没有讲他不肥。哎呦，我跟本来是狗流鹰的徒弟了，狗流鹰的徒弟，有看过你们的，看过对不对 ？training 是不是？不错对不对？不错 ，training。来，来，现在我们 Aaron 还有 Sui。Hello，OK，、okay, 所以我们这个齐汉在这里，所以他，你现在的感觉怎样？你看到？看到，平时在网上看到，不知道今天看到真人，好高、啊。你要去摸一下嘛，因为觉得不真实。应该不需要吧 ？COVID 的时候不要乱摸。所以接下来呢，有一个小事情，我们两位就会跟你好好交流。你有什么要学习的？趁这个时间 ，Master Class。不过 Jimmy 也可以跟他大概讲一下他曾经也有什么情况了。他的 background 是这样子的，他从小的时候呢就很喜欢热爱羽球的。SPM 还是羽球呢？他就选择 SPM。对，而且选了 SPM 过后呢是 SPM 完了咯，现在又讲羽球，我的羽球，所以到现在，而且他有想过想要进国家队，其实有那个梦想、哦，说不定你还有机会。很难啊。哎，可是很多除了国家队，也有很多联赛有在打的嘛，对不对？对对对，周队有很多那种 circuit 的比赛，还有分两个 zone， 就以前周的时候，每人都对到他。哦，新歌的时候，那是谁赢比较多？还是我。可是这一次是我赢啊！OK， 好，现在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再接下来好好掌握这一个小时。我们在旁边看好不好？对对，学一下，这样子够了。真的要学一下，因为等下你们要对打，真的，一开场就19-0。他没有。OK， 哎，你们帮我写心理 OS， 早知不要来。OK。一般他会跟他认识、哦，我们这边可以认识，等下再换人。好，可以，你们加油。哇，哇，一开球，哇，哇，跟 Aaron 打球，哇，哇，他都还没有真正打，稳哦，你看，我有预感，我想问 Aaron 这些东西啊，19-0，恐怕没有事情了是吧？应该 OK 啊，应该 OK。杀哦，就容易杀中。分了，你没看到我蹲下来吗？是因为高度问题还是什么？是啊。One yes. 所以19-0是有机会的，还是也不是完全不会打、欸？你开过啊？开过这两个。他的问题是 basic 上有一些偏差是吧？
他其实他的开球是姿势是 OK， 嗯，只是他打的那个点不对。你一开始可以这样抓。我只懂你判那接球是永远会转的那个球。哎、啊，有人表演一下啊！我要表演了，我看到你会转。是啊，有是什么？有是开不到。质疑一下我们的球，我们的 camera 吗？来，光汉看，不，齐汉看一下哦。我真的是转哦。有转吗？有，他没有，他是那个飞呢。是我。我们看是简单的开球啊，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战术在里面，细节啊。来，喂，你打看，你打你普通的。我普通的。啊，你普通的来给我。哎呦，这招！哎，这里没有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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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打过来，打过来。啊啊！打过来，打过来。啊啊！好，这个队友，这个队友。你要记住那个感觉。你可以看，你可以看一下尾翼。来，我们示范尾翼，我们示范啊。呼，呼。哎呀！其实我先看你的杀球的。哦、oh, ，come on， 来，来，来了。哦、oh.。搞，那你开。哦、oh, ，我开。哦、oh.。要搞一点吗？没有，我那防守可以，你开球给他就给他。唯一可以开啊，你开给他。只可以防守。哦哦哦 ，OK， 其实 OK 啦。就感觉我的球是一直在后场 ，instead of 好像你们打球是一直。像我们看真正示范的你，本来来了，来了来了，本来来了 ，Aaron 来了呐。哎，你记得啊。打这里啊，我们看看，这就是本身是吧 ？Come on！ 哦，挡到了！哈哈哈哈哈哈！那这就是真正是吧 ？Come on！ 哦，挡到了！你刚刚被他接到那一刹那，有吓到一下没有？有吓到一下！我现在终于看到他投入了，也对啊，球很投入。也对、啊、真正学习的时候这样一个小时真的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学到多少看他自己、所以我们这个难得的计划是真的希望可以帮助到齐汉，除此之外也提醒所有有兴趣打羽球的朋友来接下来可以报名了，我们会帮我们做 masterclass 啊，是 OK、这个 OK 转身的动作 OK 转身动作 OK 是我上次转了嘛这么你抢了他的 class 啊？没有，因为我要学下。哦，这个也是要多训练的一个东西。很少用手的啦，我。不用用手啊。很累哦，跟这个前辈合作讲话。你也是不用用了，不是吗？对对对。Master class OK 吗 ？OK 啊，学到蛮多东西的。回家要多练习哦，就开球啊 ，defend 杀球那些。哇，你觉得值多少钱？刚才那堂课？五价。而且我们也在后面看。你蛮珍惜那个 moment 啊，肯定珍惜啊，就也没有到机会可以看到国家队的球员、刚才你跟他们两个相处啊，有，来说一说你对他们的感觉的，之前跟现在的，是个别讲啊，两个的话会觉得以前在球场就网络上看到的话，会觉得他们好像很脸没有表情啊，就黑黑脸，就很 serious 啊，因为在比赛状况。然后现在跟他们打起来，就好像可以做朋友的那种感觉。你现在有什么愿望还没有实现吗？你等下想要我跟他们拍照吗？kiss 他们啊，那 kiss 就不要了吧。你要他们 kiss 你吗？不要。要他们的球拍吗？想要。跟你问啦。等一下。要你的球拍。啊，你刚刚讲了。等下问。OK， 今天让你回到十七岁那里。没关系 ，we'll take two， 但是我们可以再帮你圆梦。对啊，这个是另外一种方式来圆梦。我们跟国家队来一场。是。不要有遗憾。对。我们也是国家队今天。来，好了，我是安排的。OK， 现在轮到我们最重要时刻了，所以你们要讲二打三还是二打二？我让他们先，什么？二打二先，但是还是19-0的。
那最后的时候我才还是十九比零，我们让回给我们，等下你们二打二的时候。哦、OK 哦，我们那时候那是要学耻。可以，可是脑下我们到现在都不懂报仇什么，就是一个说法嘛，就是一个成年网络上的酸民啊，有种怪他、啊、那种感觉 啊，所以我们是为酸民而来的。On my left， 苏伟一，啊、什么七汉啊 ？On my right， 金聪 ，Aaron Chia from 巴拉贡。好，金聪 serve，game，OK，start。哎呦，哇！来，认真啦，张正义，认真啦。好，来 ，OK，OK。我们的粉丝真的不给脸呢，一杀就是韩俊呢。啊啊！来，我来，好帅 ，Yes，Yes。啊，耶！啊，喂，没事。庄子，你失败包。来，庄子打他。Shot。没事。完蛋啊！哇！哇！哇！好命啊！我们这个新的入赛的，新的入赛，加油！小心开后面，小心开后面。什么你？他已经跟他讲小心开后面了。不算，这个小心还有点热，还有点热，不好意思。OK， 来，来，好。一脸懵啊！后面那实力，我说是要改13-11到19-12，差不多。请问是在我手上、啊？这样好打吗？换了他过后，好像更好打。哎，表现得特别好。是哦，我们没有想到，我看他打到很多粒好球。其实你们都误会了，我不这样子，就凸显不到我们选对人嘛。
感受如何？今天这样子？很开心哦，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国手两位国手打。OK， 所以接下来是你就跟我们同队了。OK， 你就可以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到了我们的中观众期待很久的这一个复仇之战。这个应该不止三个月，半年前19-0的开始的 game。前所未有，19-0，赢了会怎样？来，有没有？我想要一个惩罚。哎呦，就是如果输了呢，我们的屁股就对这边，然后那个人在后面开球。OK， 但是如果我们赢的话 ，OK， 怎么样？如果我们赢的话是，我们要求你是送一个球拍给我们的粉丝。哇哦！这 OK 的，只是没有带多来一件。过。如果你们赢了，我们会为齐汉拿到一把球拍。哇、wow. 哦、wow. ！所以说我们策略是这样，我们策略尽量拖慢他们的速度，一直拿球换球拿球。想一想，我们就算我们打不到粉丝，我们他们出错。来，没得。哦。哎，喊一下，喊加油加油加油 ！MKC 加油 ，MKC 加油 ！Yeah， 我们战术是给本人跑多一点的，给本人跑多一点。啊，那两个能跑，给进开球的。OK， 这真的是我们有史以来的最荣誉之战了，19-0，来，哥们，19-0啊！叫你们来喊的没有？不要！不要！不要！你是玩中也真真，OK， 来，我开始感受到我们平时的紧张啊！这个就是平时上场。哎，数分啊，1-19，1-19，耶！耶！不要！哇！耶！耶！你！耶！耶！好塞！呀，好塞！好塞！呀，好塞！好塞！哇，木三星前所未有的领先19分了、啊，我们看他们比赛后劲如何，只要拿到2分，我们就可以赢下这场比赛。Good！ 86！ 你都没有看到刚刚 Aaron 有一小许的紧张，刚刚球员的球，杀到位，对，赢他赢球拍，给他球拍赢，球拍下 ，OK， 来吧，想下办法 ，OK， 来，我们防守好，防守好 ，Come on， 耶，好，哈哈哈哈哈。耶、yeah. oh! oh! ye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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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你上天 ，gonna kill 到等一下，我们这一个，我们倒退一个时间。来个牌来 ，OK， 三打，这时候就接招了，19-19，我打前面啊，呀，给，你呢？哇，滚，那手不要，你的，五，三打，五，二，呀，就。手不要乱乱举起来就好了，不然。OK， 我觉得现在我们给他们20，应该他们让我们1分，好，再让回20， okay. 我让回20平可以。可以。哦，还要卡完后面了。我开始卡。哇！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踢拍啊，就你拿不到的就尽量不要拿起来。我们喊你了，我们可以。来，如果我喊头的时候，你们就要盖住头。还有啥？20平。拿到一分了，真羞辱啊！这。OK。啊！你，哦，我的，耶！好，这个 OK， 来分好，对，哈哈哈哈哈哈，耶！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Good game,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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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d game. 我在旁边捞球啊。我的汗都没有流。最近的 clinic 在哪里？下面应该有。妈的，我的爸！啊，准备啊！一、二、三。中了，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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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OK，OK。三。啊！来打到你了，他打到我，你喊屁啊！打到我，你喊都通过我了。三。啊！重重点。还好我没有移动啊。你可以搞搞得来嘛？搞搞哎，大力点啊！他们不怕的。真的吗？啊，那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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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送给他们，你们三个哦，真的哦，哇，不知道会送什么给我们呢？还有礼物哎，来哦，来哦，来哦，呜呜，给这个是给你们一人一件的签名，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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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时候我问，哎，怎么只有三份的？真的，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们两位花那么多时间给我们，没问题，玩耍，也教了我们弟弟很多东西了。因为弟弟毕竟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本来想说，哎，跟国啊去代表国家去比赛，但是因为有一些某些遗憾，但是呢，这一次希望填补你的遗憾，好不好？对，有什么话跟他们两个讲？接下来比赛加油了，我们会尽量就有时间会多看你们的比赛的。好，好的，谢谢。有什么话要跟粉丝讲的吗？我觉得第一句肯定是谢谢啊，大家一路来的支持。Yep， 我们，然后就是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也会尽力而为啦。就是我们只是希望不管赢输，还是可以继续的支持我们。对，鼓励很重要，对是对 对, 对。我们一样，我们做 YouTube 也是一样，他们打羽球的也一样，是我们都是努力的在为马来西亚制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还有鼓励大家，就是你要新年之后，大家也要多一点运动啊，可以打一下羽毛球，有时候在家绑个绳子也是可以打啊，对，容易的。孩子不听话的，像刚才那一招、啊。对，那招来讲，你再不听话就这样子啊。OK， 所以我们今天算是圆梦成功。谢谢。Jim Burner 也是第一次跟你们打球，对，导演没有他，我们全部一起是复仇虽然不成功，9-0。有机会了，给我们练多两年。两年，我们谢谢两位，谢谢。Thank you，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拜拜。好，我们继续打。